阳光花朵，爸爸妈妈喊出早啦，每一天起床都在想今天会遇见吗，想在你眼里看到我的笑容，好像清风伴我穿搭，说不出口的思念能碰巧遇见你，就像是奇迹，想要和你变成好朋友。迷之王子用黑暗魔法禁锢了整本花之法典，使得安安无法变身。危急关头，千寒挺身而出，激发了爱心能量，成为了爱心花仙魔法使。众人决定寻找最年长的智者花仙精灵王勿忘我。哦，那个小朋友他不见了。奇怪。啊，是精灵王，难道他就是勿忘我？哼，是又怎样？他注定要被我收复。愚蠢的地球少女，还说什么是传说中命定的魔法师？你，要不是你阴险卑鄙，安安怎么会变不了身？所谓命定之人，就是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的强大。你以为谁都像你吗？为了不做瞎子，屈服在邪恶之下。你有想过你哥哥西蒙，他为了你不惜……住口！停！谁都不许在我面前提他。库库鲁，你没事吧？我要怎么办？懦弱的人永远没有资格站上巅峰。忘我精灵王，请您帮帮我。您不愿意帮助我，求求您，你是最伟大的智者，请您告诉我恢复变身的方式。花仙魔法使者，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帮助你自己解除魔法。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小心，库库鲁。说完了吗？云天魔煞。古灵防御术。库库鲁，爱心花仙魔法使者变身。
冰冰爱之心，融化冰晶，温暖生灵，唤醒一切美好的生命。你以为我会被同样的魔法击中两次吗？对付你这种小魔法师，简直浪费我的精力。白鬼，是一次爱之心，冰冰冰，爱之心融化冰晶，温暖生灵，唤醒一切美好的生命。我的能量有些不足。危急！啊，好温暖的力量！千寒，什么？王子殿下？换我来保护你。这是春的进化金元，谢谢你，我的守护精灵。花仙魔法使者向安安变身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帮助你自己解除魔法。发现魔法使者夏安，加油！白鬼，给我上！许冰刃，汇集！发现魔法使者，听从女神的召唤，跟随精灵们的圣歌，发现之翼。王子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您的身体消耗太多体力了。安
谢谢你。不，谢谢你，夏寒，谢谢你帮助我，我最好的朋友，还有你，谢谢，克克罗，王子殿下。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了。那么，花心魔法使者夏安安，行使你的使命吧。为什么勿忘我精灵王变成了小幼儿的状态？因为勿忘我的花语是永恒的回忆，安安的心激发了他的力量，所以释放了回转魔法，让一切复原，解除了禁锢。所以他能量用尽，变回了幼儿时期吗？嗯，所以他才能是最长寿的精灵王不回。我终于明白你对我说的话，谢谢。任何困难都需要每个人自己去面对并克服。你不愧是最伟大的精灵王智者。伟大的库普拉花神见证，我以花仙魔法使者的名义与你缔结盟约，不回。勿忘我精灵王木回，你与花仙魔法使者缔结盟约，归位。周围日月交替那一瞬间，请我镜子中自己的另一面，时间不会轻易流逝，一分一秒间，别担心未来无法被轻易实现，回到梦乐园最初的原点，那步向前动。